今天很开心要跟你聊到你的这个新的作品啊，不止，当然这栋建筑物本身是这个大师级的 Rich Meyer 啊，他的作品啊，而且这一个屋主啊也是蛮特别的背景，跟他有一些他非常想要的一些需求，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栋大楼是 Richard Meyer 的白派建筑，那白派建筑就是会用很多圆与方这样子的几何元素在呈现光影的变化，所以当初业主是用收藏的概念来买下这个建筑物里面的建案，但是呢他是一位很小就移民去美国的台湾人，对他来说，虽然他不常住在台湾，但是这里是他的文化的根基，是他的家，所以他也跟我强调说，我们如何把东方的意象融入在一个西方的大师的作品里面，来完成一个中西合并的家，那这是我的任务，也是他的梦想。我看到你的设计的理念的一个出发点，你是想要寻找当代东方的这个设计概念。我在诠释当代东方的时候，我会用当代水墨来诠释我对当代东方的理解，是它有别于传统的水墨，是它融入了艺术家他的自我意识以及一些创新的技法。那我觉得我们在诠释这个当代风格的时候，我们是把一种东方写意的概念放到这个空间里面，除了平面图的沉稳大气，我觉得我们用了很多有机的形体以及留白的方式，以及一些材料手工艺的东西，去呈现一种东西方的元素。比如说在大理石的选择上面，我们寻遍了各大的大理石厂，找到有点像泼墨山水这样子的形式，然后我们主卧室的壁纸找到法国的工坊，用中国水墨一个意象的视觉，我们找了西方的艺术家，也是很创新的颜色，然后作为他的一个主视觉的收藏品。哇，我知道你的设计巧思很多哈，尤其是在软装如何去搭配，因为它原始的格局里面就会有一些圆柱，在我们隔间的方式，包含厨具的选择，到一些家具的选择，其实也都是几何的方正，因为去呼应白派建筑嘛，我们就用软装的方式去融入所谓的东方写意。我们用了很多的有机线条，有机线条其实它就是属于大自然的线条，它会产生一种柔和的感觉。当几何属于西方的理性遇到一种东方的写意感性的元素，它就会创造出一种空间的和谐感。所以我们在比如说灯具的选择，可以发现有水晶的原矿，矿石保留它的这个粗糙面，呈现一个岩石的有机形体，然后把它放正在一个方正的线条的灯光里面，产生的一种和谐感，其实也是一种中西合璧的象征。哇，真的好用心哦，哈，而且这样子就是保有一些其实大自然就是有的力量，可是融合在这个生活空间里面，是冲突但是又是和谐，刚刚好达到一个平衡点。对，而且我们这一次也请了欧洲的团队，就是做了很多不同的客地，餐桌上面的这个 Basvi 是一个非常特别，它都是帮四季半岛这样子的五星级酒店，然后以及建筑师去做一些特别的定制，符合这个空间的比例，还有它的这个风格的意象跟主轴。那我们也请他们帮我们制作了不同的版本，融入了 3D 让我们的客人做选择，所以我们也非常喜欢他这次用了水晶做出了一个阵列性，去化解了厨房其实它比较方正的几何的线条，在跟旁边的画作就会形成了一个很写意的视觉的效果。除了这个以外，我知道你对于艺术品的研究 也很深，而且对于你的屋主他们自己的风格，其实你花很多心思，我记得你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那像在这一个屋主他的喜好或者他的收藏品，你有没有帮他在设计或者建议一些在艺术品方面怎么样融入他的居家生活？我们刚刚有讲到这栋的建筑的建筑大师是 Richard Meyer， 他非常强调光影的变化，所以推荐艺术家的时候，我们选择 Olafur Eliasson，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强调光影变化的艺术家，所以他做的这个主题的
虽然你看起来就是一个抽象，但是它其实有做了一些实验性的材质，然后去呈现光影跟温度的变化。嗯，所以我们在挑选这个艺术家的时候，跟建筑大师其实是有相互呼应的。好，不过接下来我也蛮好奇的哈，就是真的这么漂亮的一个豪宅，而且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在里面，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设计概念，据我了解，你好像也放了很多的巧思哈。我们先从比方说隔音，还有温度控制，你现在有些什么样的配备，或者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现在的房子除了追求一种视觉的美学以外，机能其实最重要。我觉得在顶级的课程里面非常强调健康跟保护，在保护东西上面当然就是温控。那温控大家传统会觉得是冷气，其实还有所谓的日光调节，也就是说在像 Richard Miles 或是国外建筑师他们喜欢大片落地开窗的时候，其实在台湾的日光照射紫外线会非常的强烈，而紫外线其实是破坏东西跟材料的一个杀手，蛮大的对。那如何做日光调节，让它自动可以把窗帘降下来，然后符合我们的四季的变化，甚至是主人可能一年有十个月不在家的时候，它怎么自动的调节温度，怎么自动的调节日光，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买入我们的设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机能。在降噪上面，我们就要再花更多的心思去施作。比如说像在这个建案里面，我们找了录音室的规划师。哇，已经到录音室等级了。对，因为录音室是不容许任何杂音的，包含冷气的风声，所以我们就会帮他们来做静音的规划。甚至我们做到的静音已经到了一种他晚上可以看电影，可以唱 KTV 都不会影响到邻居，然后他在睡眠的时候也不会被这些所谓的这么多天花板里面的机能性的这些机器变成他们的那种低频干扰，都可以把它清除掉。像恒温恒湿这件事情需要情境控制的搭配，因为情控它是可以跟很多电器的整合，比如说你人在美国，你打开你的 APP， 你可以知道你家里现在的温度，你可以知道家里现在的湿度，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打开，甚至你可以做设定，只要温度升高或下降到某一个水平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开启帮你做调节。你觉得我们未来的趋势，或者是还会看到什么样的走向呢？在你的这个经验到现在为止，你会希望看到什么？应该说我觉得在设计上我们要着重什么，比如说大家会不断的强调收纳，强调风格，但是我觉得更进一步的是，大家因为现在房价很贵嘛，然后还有大家都很投入在自己的室内设计上面，也很用心，大家都想知道房子要怎么样保养，可以更不折旧。好，那这是再更进一步，那我觉得再更深一层就是回到家里的舒适性，然后跟精神的稳定性，寻求一种大隐于市的感觉。那这个不只是视觉的，其实它跟你的五感都息息相关，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听觉，我们的嗅觉直接影响我们大脑下视丘的，其实也是要把它归纳在我们设计很重要的讨论里面。好，所以就像香味，更进一步可能是音乐，在这些无感的形体应该要把它放在哪里，其实都是设计方方面面要考虑到的部分。我觉得整个设计的趋势会随着我们对收纳，再就是健康，怎么保养房子，最后到提升到无感，让我们的精神的体验到达另外一种升华的境界。那我觉得其实这都是我们在追求生活品质，追求美好梦想的向往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跟室内设计师讨论，然后也是一个设计的趋势。这次的居家设计中，将东西方的设计语言融合进来，不仅为居家空间增添了个性与品味，也实现了居住者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是主持人林奇威，热爱艺术时尚，拥有独到的美学见解。在本节节目，奇威将带我们从豪宅设计探索生活中的纯粹之美。今天我的好朋友郑安邀请我来参与这一次的豪宅开箱，听说里头还配置了豪华的音乐厅，如何规划，怎么打造，相信你也跟我一样迫不及待，一起去看一看。嗨，郑安，一进门我就觉得这个空间给我的感觉是很时尚、前卫、很雅致，又带点微奢的概念在里头。很好奇屋主是什么样的背景？我们屋主呢，他们其实是介于准备要退休的一个年纪，那他们也希望说有一个比较能够带点奢华跟时尚感觉在，然后也可以享受的听音乐，然后也可以放松生活的一个感受。一进来玄关就感受到他们想要迎宾的那个气氛，有一个大气的感觉。怎么样去堆叠玄关给人的感觉呢？我们玄关进来设计啊，我在正面的墙壁部分，我们用米黄的一个大理石，那我觉得它呈现的感觉会色泽比较亮，然后也会比较有朝气的感觉。那我们在侧边的部分，我们用灰烬铺面做个鞋柜。那其实这样的效果，我们可以延伸出整个墙壁的延伸感，还有反射客厅的一个视觉效果。我觉得大气的感觉会从这边散发出去。那客厅的部分呢？虽然它可能不像我们想象中，你真正去一个音乐厅那种很大很宽敞，但是就是把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音乐厅搬到自己的宅地当中，可以看到你设计了许多的细节，然后把它堆叠那个氛围，衬托出我觉得应该就是屋主他梦想中想要的那个音乐厅的模样。那我觉得要诠释一个音乐厅的效果呢，在设计上来讲说，我们的电视墙设计啊，其实我觉得它的视觉焦点比较强烈的是属于黑白的一个瓷砖面，有点国画色彩鲜明的一个对比的效果去做搭配。那我觉得前后一个氛围的一个包覆的感觉，它会有一点像我们在音乐厅环场的一个效果的感觉。那但是我不想让电视主墙没有一个焦点，所以我希望它是一个灰色大理石去做铺面，让我的底色跟我的电视墙面是有一点融入但是又突出的一个效果。我太喜欢这个巧思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这跟我一般看到的电视墙的墙面有很大的不同，它多了好多的层次，放了一个端景在那里头，所以让就是前面这座墙可以穿透到后面，对，增加了这个墙面整个丰富的表情。我们希望它是呈现比较宽面的一个设计，相对的在我们设备柜里面每一个空间的量体化，我们都是跟屋主做进一步的讨论，每一个空间都有规格，都刚刚好适合它的一个影音设备的放置。最难的部分呢，因为这个空间条件其实屋主他们有神明桌的摆放需求，一般来讲说神明桌跟现代设计的一个空间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搭配的，那我为了让它比较能够融入设计跟选择适合的方位放置呢，我在神明桌的侧边做了一个侧墙延伸，并且衔接格栅。那我觉得这个侧墙部分，我用深灰色的铺面，跟我们电视主墙跟它的背墙的一个元素是有所延伸的一个效果。那这个空间会显得更为自然跟融入。我很喜欢这个灰烬去包大梁这个概念，因为其实你在底下你会发现空间是这样子延伸的，然后侧面看，因为木头的感觉从灰烬穿过去，又可以看到木头从灰烬里头无限延伸，所以整个空间觉得很宽广很舒服，没有压迫感，很喜欢。郑安坐在餐厅里头，这也是餐厅吧？对，感觉上整个风格就是跟客厅做一个延伸跟相互辉映，非常显眼的就是这面主墙，就是很泼墨，或者你说西洋的话很抽象，所以这边的设计元素规划重点是什么？我的想法是足够的收纳的物体的时候不一定要把整个空间做满，我觉得把它释放出来，
那所以说我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量体的一个橱柜。那一般的柜子可能会看到一些把手缝还有门缝，那其实线条就会变得比较多。那格栅我可以把把手缝跟门缝效果可以做一个消除，那做一个延续的一个设计，那我觉得会显得比较有设计感。可是这样子的设计，比如说收纳部分的机能，这样子够吗？对屋主来说够用吗？其实在收纳柜的部分呢，因为我们有规划了一个储藏空间之外，餐厅的一个主轴有一个中岛加餐桌的结合，那中岛其实它也有补助一些收纳的一个空间的一个需求。不仅如此，中岛部分我们也有放置一个电磁炉，那未来它可以在这边热汤或者泡茶，那做一些聚餐的一个活动。因为原本这个空间厨房的部分建设公司规划是属于开放式厨房，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做成是一个铁框玻璃的一个效果，那我觉得几个线条看起来就会比较干净利落，那一方面也有做半区隔的作用。所以这边的氛围你怎么堆叠？比如说在灯光的部分，应该是说我们投射的位置其实是应该是让空间有层次分明的一个效果，而不是一个均匀的很亮，因为这样子会让整个氛围显得没有层次感。那当然屋主因为他有聆听音乐还有喝咖啡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在灯光设计也是会有不同的回路去做切换，让他的情境氛围达到一个视觉效果。正阿姨进来这个空间，我就觉得格外的鲜明，但是呢，鲜明当中又带了一点沉稳。当初屋主对于这个主卧，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你怎么样帮他们规划？主卧室空间呢，我把它规划成卧室空间跟更衣空间。那我在这个部分的操作，我希望有一个梳妆台的空间做一个空间区隔。那这个空间的部分呢，我们用铁件，然后用垂板搭配玻璃，还有一个梳妆柜架构设计，穿透感跟一个通透的一个效果会更为明显。那另外提到最吸引我的，一进来这个色彩的部分，感觉就是跳了一个色，这边感觉是很活泼很有朝气，但是呢又加了一些沉稳的色调去平衡它。床头的部分呢，我希望它是比较有一点类似饭店的效果，那所以在床头我用灰色跟橘色去做搭配，那我觉得这种氛围会比较有精品的一个感觉。像这边也是同样一个概念，这个墙面你也是特地挑选过的，对，因为你选了一个这么亮的橘，然后灰把它压下来一点点，所以在鲜明的色彩跟沉稳的色调做一个平衡，目前看的成果就是让人家觉得很奇特，然后很舒服又很现代，然后很有设计感。对啊，正安像完成了一个这么精致令人眼睛一亮的一个空间作品，相信你的内心也是有好多的感动在里头。这个作品其实跟我以往的作品有点不太一样，那因为这里的元素其实融入了蛮多的新的一个建材，那包含色彩的搭配，那我们去做这个空间的一个设计，那我觉得其实是让我非常满意的一个作品。这个设计案啊，是一个28平的室内设计空间。那我们的居住人口啊，就是有两夫妻，那还有两个小孩。我们与屋主也是相识多年，之前帮他做过很多他们的商业空间设计。那这一次也很荣幸接到他们的住宅设计委托。屋主希望他的设计风格是比较偏现代风格一点。那还有就是说实用性也要兼顾在其中，那我们就没有太多复杂的线条与绘，主要的亮体都是以白色系为主，那我们有搭配一些木质调石纹这种天然的材质纹理做运用，让人回到家里就可以有一个身心放松的感觉。入口就直直对着我们的客厅落地窗，那有一个穿堂煞的问题。此外啊，我们的住户也正对着另一户的大门，那也有隐秘性的问题。那我们就做一个玻璃推拉门，就维持有透光的机能，但是就是不透影，把玄关区隔开来。
玄关的地方啊，我们也做了一个洞洞板的设计。我们出入难免会有一些随身的物品、背包等等，那可以就近吊挂在玄关空间。那还有一些我们的展示品收纳，那也可以说做陈列。从我们进门的玄关鞋柜柜体开始，一路延伸到我们的电视柜。那我们是做一字形的立面橱柜，把所有的机能全部整合在同一面，让空间更为开阔。屋主也有需要摆放神龛的需求，传统的神龛啊，就是都是采用实木雕刻，颜色也比较厚重一点。所以这次的神龛啊，我们就结合我们的柜体设计的隐藏的活动桌在其中。神桌的下方有设置了两个抽拉板，那方便我们在做祭祀活动的时候可以摆放出来。此外，屋主本身也有收集艺品的喜好，为了不要让柜体有太封闭的感觉或量体太沉重，所以我们客厅电视墙做了一些虚与实之间的分割，中间也分割一个玻璃门柜，做一些摆放陈列的空间。沙发背墙啊，我们是希望营造出一个沉稳的感觉，所以我们就选择大板砖，在清洁照顾上会比较方便。为了因应屋主的居家办公需求，所以我们在廊道这边有做一些小小的格局变动，那划分一个办公区域空间出来。屋主也提出他平常有饮用红酒的习惯，所以我们在餐桌旁设置了一个餐边柜，除了可以摆放咖啡机啊，那还有我们帮他设置了吊杯架，那还有摆放红酒的地方。我们在餐桌上面帮他客制化了一个电磁炉在餐桌中间，让他们可以就近坐在餐桌上，那比如说主食火锅啊，或是简单的轻食烹饪。那我们灯光做了多段配置，只要开餐边柜的灯带，他可以坐下来好好休息，享受休息的时光。这次的设计案啊，由于我们室内还是有许多裸露的梁柱，天花板的设计上啊，也加入了许多弧形的线条语汇，可以消除空间梁柱之间的锐利感觉。那还有就是让空间线条更为柔和。姐姐的房间，因为先天的格局，她的床头位置上方刚好有一只大梁，为了消除这个梁的厚重感啊，客厅的圆弧线条余味我们也是拉到房间，那把梁做一个倒圆修饰，那再结合灯带的控制，让这个梁更轻盈。姐姐对房间的需求啊，也是因为她有许多心爱的收藏需要陈列展示出来，所以我们在她的房间里面做了开放书柜，那还有玻璃门柜，好让她的书籍有地方摆放，那心爱的收藏也可以展示出来。妹妹的房间在格局上就是比姐姐稍微小了一点，但是有相同的收纳需求，所以我们在她的床架方面啊，就是做木做床架，那底下其实有大量的收纳功能。四周围的话，我们是用一个么字形的绷布设计，那就是说让睡眠的人有包覆的安全感。那由于我们那个主卧室一进门的地方刚好是一个转弯的空间，屋主希望进门可以开拓的感觉，为了不影响动线，在衣柜的边缘我们是做一个斜面切割的一个开放柜。睡眠区床头主墙的部分，我们就把它的比例降低一点，做半高的床头墙设计。我们是以木质调，那搭配了浅灰色的绷布。化妆台跟床头柜之间啊，我们是做了一个多段分割，那还有一个高低层次的搭配，
让空间的层次感更为丰富。在厨房的设计方面啊，原先建商搭配的是木纹质感的门板，当然就是说我们希望维持现代感的设计，那还有轻盈的色调，所以我们这一次门板我们选了灰色系的。在我们厨房空间正好就临近着室外露台，所以我们在厨房的地方我们设置一个接待吧台，那有一个迎宾吧台可以对着露台，我们可以把折叠门全部敞开，那我们有一个这么漂亮的露台，正好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接待空间，不管是烤肉啊或者坐下来聊天喝酒，都是一个很好的休息空间。我会从事室内设计工作啊，大部分受了父亲的影响，因为我爸爸也是从事营造业的工作，从小就跟着他到各个建筑工地啊去巡视。其实居住空间还是要回归到实用性为主，美观的话就是说我们要随着屋主的喜好，那去配置它的色调材质，其实就是形随机能而生。那在我们每次完成屋主的委托设计案之后，看到屋主开心的表情，那又符合他们的期待与需求，那在我们心里是有很大的成就感的。这是拥有不同生活步调及设计需求的三代同堂六口家庭，为了相互照应，爷爷奶奶与儿子儿媳孙子孙女毗邻而居，设计师们将如何把两户屋主希望的风格都实现，让每个年龄层体会共同的幸福感呢？年轻的夫妻一开始我们所设定的是比较单纯的美式风格，但是从他们所喜欢的色彩配件还有家具，我们才发现其实他喜欢的并不是单纯的美式，它是带有一点无色彩色温比较略低的那种风格以及视觉上的追求，所以我们慢慢把它调整成为有点稍带一点英伦式风格的古典式的设计。玄关的这个整体造型上面，我们不希望它只是一个过长的空间，所以我们运用了稍微深色的木板来作为它这样英伦风气的质感以及气势，蓝色地砖借由那种青蓝色带来一点复古一点点的感觉，都希望跟家里面其他的空间多一点连结性，做一个玄关的一个铺陈。客厅的电视墙面的面积非常的大，必须还要把家电以及音响的比例整个全部要参考进来，所以我们把壁灯以及音响的比例利用线板的线条尽量往左右边把它延展开来，带一点大气的主轴，选择了银灰色的特殊漆，希望在于自然光线晚上灯具所带的光影，而特殊漆的光泽它可以带来些许的变化，而不是成为一面带有线条比例而却没有生命力的电视主墙。在书房的规划是比较有一个强烈的诉求，我们所运用的铁件以及玻璃线板适当比例的一些操作，让这个书房它看起来跟玄关以及客厅的线条它是有相互的连结性。在这书房藏书蛮多，小朋友有时候在爸爸妈妈的陪读时光的时候，它可以创造出家人的连结感，小朋友可能还会有家教，那我们再借由玻璃花门关闭成为一个独立的空间，上面我们有做蜂巢帘，可以适时的放下来，让内外不会去互相受到干扰。在沙发的后面，我们使用线板，让它去延伸出与客厅相符合的气质。一走进来，看到书房的那一刹那，除了穿透感之外，后面的书墙，它才是整个视觉的主题。中岛它可能是这个空间里面最有趣的一个亮点以及设计。台面使用大理石马赛克，是希望在这个英伦的风格里面成为一个视觉的暂留。在蓝色的柜身，还有搭配金色五金的装点，希望能够呈现出较好的一个质量，带出一些精致感。
在杯架的部分，我们希望所赋予大家的名字，爷爷奶奶还有两个小朋友还有夫妻，他们自己的名字也在杯子上面，从这个杯架上小小的细节，他就能体现说，哦，原来我家人都是在一起的。所以在中岛，它可以成为家人一个邻居的很好的中心点。那在主卧室，我们用一个绿色，然后做调色，主要是绿色也可以呈现一个比较宁静沉稳的感觉。更衣室门口的地方，我们有做一个双拉的滑门，刻意的把它加大，拉开这个滑门的时候，就会营造出一种仪式感。屋主有一些小收藏，所以我们在更衣室里面有做一个方格抽，可以收一些小饰品跟小物件。接着我们要前往隔壁的爷爷奶奶家，究竟有什么隐形的设计元素串联起两户风格截然不同的家呢？爷爷奶奶他们已经快要到工作戒退的年龄，跟他沟通的过程之中才发现，他需要心情可以愉快往愈的空间，可以成为他的孙子过来找爷爷奶奶的时候能够放松心情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的设定呢，就是一个海岛以及度假的风格，我们比较没有做一个玄关明显的一个界定感，因为我们希望打开大门是一个整体开阔，室外光充足，带有木纹的润饰感，所以在这边的很多线条采取一个弧形，也包括家具的选择，墙壁材质的选择上采一个比较自然的材质，比如说是硅藻土藤编的家饰，柔和在一起可以带来心情上真正的轻松。电视柜灰色基调的颜色，希望爷爷奶奶的视觉上面比较不会那么的疲乏，借由一点点的木头的修边，其他的背景色让他的视觉看起来不要那么的复杂。窗户很简单的白纱，外面自然光能够再采入多一些。在海岛度假风格的设定上，我们要如何去创造所谓的趣味感？客厅的天花板我们采用稍作倾斜以及木梁的视觉分配，中间的梁柱部分我们采用一种圆弧形的包覆式的方法，不显得太过于突兀，所以在设计上面我们跟客厅的层板以及玄关弧形的设计带来颜色上的一点呼应，从一入门它所开阔的视觉的方正感，然后再带来一点轻松逗趣的感觉，让这样度假的感觉能够得到一个真的提升，而不是在一个方格子里面。餐厅的规划上面，我们希望视觉它看起来整体是干净还有明亮，还希望它带点自然，所以我们从吊灯的选择上，餐桌椅的选择，大面积墙壁的硅藻土的规划上面，我们希望在使用的人很沉稳的在这边与家人一起用餐，因为年轻的爸爸妈妈可能会带孙女来看爷爷奶奶，那我们希望全家能够很轻松自然的用餐，餐厅以及吧台走动的过程之中不会觉得它这两个空间是一个分开的，所以我们在吧台的墙面上面运用一样的硅藻土材质，希望把这两个空间色调基调能够连接在一起。主卧室奶奶希望可以在床上休息时可以看到楼下的公园，所以床头的位置我们有做一个转向，在床的旁边我们有加装一个隔屏，因为一打开的时候不要对着床头，让奶奶有一个舒适休憩的地方。主卧室旁边有一个小的更衣间，那就是比较收放一些当季的衣服，然后风格搭配上我们有把层板啊跟把手都换成是木质的质感，让整个空间就比较有放松舒适的感觉。原本这边是三房的配置，然后我们把其中一间改为是独立的更衣室，那主要可以收一些比较大型的收纳物品，然后或者是一些换季的都可以归到这个更衣室，让主卧室可以维持一个单纯然后简洁又利落的休息区。
其实在我们接触很多长辈，很少能够确实讲出自己的需求，甚至都被家里晚辈给拒绝否定。这户人家一左一右比邻而坐，所以爷爷奶奶他可以把他的心里的想法充分的表达出来，那我们在吸收他很多有趣的人生的体验，才发现他们想要只是一个心灵可以真的很放松的空间。我们最主要是创造一个气氛感，让长辈进来的感觉带他心里的那种平静感，那可能是否在设计这个空间想要追求的地方。透过这两户的设计，加强跟屋主之间的默契，不论是小家庭的空间或者是小情房，都能展现围绕屋主的设计核心，而且不会相互违和，甚至有着相同的元素。看着屋主他们很期待完工后然后入住的心情，其实我们也很开心。其实在现代人亲情的维系上面，其实发现是越来越困难的，因为不想互相干扰，然后又想要保有各自的生活方式，那再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两个空间的时候，我希望在爸爸妈妈他们保有自己生活之余，也能够去多跟自己的孙子以及晚辈们的接触，营造一个希望大家能够来是可以很舒服的一个地方。那在年轻夫妻的话，他们所追求自己的想法，还有他们自己对质感的追求，未来小朋友的教育的空间能够保留他们完整的一个想法，这是一个蛮好现代人对于家庭的一种追求的方式。虽看似两个不同风格的空间，但是在感情上是紧密的，一左一右的隔户墙，在我心里觉得这个墙面它整个是隐形的，在不同的年龄层应该是可以自己去创造出不同的幸福感。室内二十平的空间，妥善格局配置，运用多元建材与收纳规划，将屋主兴趣天衣无缝的融合于此，完成个性兼具实用机能的工业风屋宅。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想提醒留意三大重点，我们会先说明开阔的公共区域、特色收纳墙，最后告诉你多元建材搭配的优点。公领域采开放式设计，串联客厅、厨房，以吧台取代餐桌，放大空间。即使烹饪中也能与家人互动。一字型厨房结合电器柜与中岛吧台，机能十足。黑色上柜与木质感下柜，视觉增添活泼感。不锈钢材质的防溅板，易于清洁保养。红色文化石墙面结合铁件层架，让屋主可以随意摆放收藏品，美感与收纳机能兼具。铁件打造的阶梯可通往半空中的秘密基地，在专属的角落阅读或聆听伴侣悠扬的琴音，格外有情调。以灰色为主色调，搭配木地板、柜体木质门片与虎舱门，增添温润感受，再以铁件点缀工业风的个性感。主卧也维持灰色调，维素沉静的休憩空间。造型灯是照亮一室的温暖，透过大面落地窗可随时欣赏窗外的好风景。聆听屋主需求，擅长风格营造，将预算发挥至最大化，完成屋主满意的个性舒适宅。两年前合作过的业主迎来新的成员，选择再次搬迁，设计师以熟人的设计经验赋予空间新生，将崭新的生活赠予屋主一家。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告诉大家三大重点。我们会先介绍弧形与会铺成明亮公领域，与满足大量收纳机能的餐厨空间，最后是保留未来弹性私领域。入室后的玄关以花砖地坪明确落成区，清浅色搭配精准的灯光规划，使客厅宽敞明亮。进口薄板电视墙点缀空间，天花弧形与会柔化棱角与梁柱，
形塑温润柔和的温馨场域。开放式餐厨设计放大空间感，同时增添加人间互动性。为保留充足的电器收纳，与墙面规划大量且多元的柜体，维持餐厨清爽的立面。宽敞的主卧是以柔和的色彩调和，搭配上落地镜面，将空间感延伸。柜体门片延续工区弧形与绘，贴抹活泼调性。多功能空间与书房选用可移动式家具，为孩子的成长预留调整弹性。郭君玉、吴瑞奇设计师让家成为生活的延伸，在美感与实用之间取得平衡，再现屋主心中的理想居宅。30平北欧风运用创意的斜切设计，巧妙改变原本只有单向方形的格局限制，搭配清爽透亮的薄荷绿色调，打造一处媲美自然的舒适居所。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先说明斜切格局的优点，再介绍色彩与材质营造休闲感，最后告诉你各具特色的私领域。圆屋宅为方形格局，窗户开口集中于平面左方，加上原本建商设定的房门偏向集中在同一轴线上，会形成倒 L 型的动线限制。创意斜切设计为空间创造一个斜角，改变原本单向方形的限制，也为空间增加更多变化性。宽敞的客餐厅整面开放式书柜和大理石壁炉是一幅美丽的端景，白色与薄荷绿色调为基调，注入清新明亮的感受。藤编质感的造型餐柜门片传递一股悠闲感。浅色调主卧的圆弧墙面及铁件围塑的更衣区，简约美感实用性强，床头摆放造型圆桌，时髦感倍增。双色墙面的次卧视觉活泼，床头后方的平台可摆放小物，另一暖橘色调的房间也创造宁静舒压的感受。林昌义设计师擅长动线格局安排与风格营造，将设计美学融入日常生活中。22平的中古屋为牙齿矫正中心的营业场所，设计师以舒适、安心且人性化作为设计主轴，让看牙更放松。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告诉大家三大重点。我们会先介绍温婉色调呈现舒缓调性与明亮宽敞的接待柜台，最后是分而不隔的咨询空间。整体空间选用低彩度色彩铺陈，利用色彩心理营造舒缓宁静的调性，再以巧妙的灯光设计点缀，形塑明亮却又不刺眼的视觉感受，让前来咨询的人们能拥有如家般舒适的咨询空间。诊所入口接待空间选用大理石与线灯维塑优雅调性，以留白的手法放大空间感，多个人同时等候也不觉得拥挤。咨询空间选用半开放式设计串联等待区与咨询空间，咨询空间沿墙面规划大量矮柜，搭配木质长桌，便利又舒适。等待空间与咨询室以虚实相间柜体区隔，兼具通透感与独立性。整间入口隐于隐藏门后，双洗手台设计增添使用便利性。周艺林设计师以深厚的设计经验，将美感与机能结合，让空间不只是容器，而是展现品味的风格延伸。
30坪新城原本廊道狭窄，设计师以精湛的设计手法融入生活美学，为一家六口创造生活机能绝佳的奢华美宅。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先说明开放且明亮的现代氛围，再介绍完善收纳美观实用兼具，最后告诉你能沉淀身心的私领域。重点一，开放且明亮的现代氛围。一进门玄关的悬浮柜体可展示小物及收纳鞋子，另一侧镜面反射放大，缓解廊道狭小的视感，以开放式设计引光入室，视觉效果延伸。摩登经典色调赏心悦目，大板砖电视墙与深色沙发背墙制造视觉层次，点缀金属材质传递升华感。重点二，完善收纳美观实用兼具，中岛上方铁件增加垂直收纳空间，扩大坪效。中岛结合活动式餐桌，可视需求展开与收合，家电整合式规划立面清爽利落，天花板增加沉重便于收纳。天花板错层设计，使用多元材质提升层次感。重点三，能沉淀身心的私领域，廊道尽头可见主卧更衣室，玻璃及灯光烘托下仿佛精品店般高级。主卧床头以绷布包覆，镀钛质感与灯光微素优雅品味。次卧以粉嫩色铺陈，与人舒适感受。客制化 L 型书桌与书架，满足收纳需求。全纸体设计师考量幼童，转角处规划圆弧防止碰撞，细节也展现高级美感。Hello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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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爱住设计家，以人文角度报道居住者故事，运用浅显易懂的设计心知呈现空间住宅美学。我们以国际观的视野，深入欧洲设计之都，掌握设计趋势与脉动，与多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建筑师、设计师与艺术家深度对谈，引领观众汲取多元化与跨领域的美学素养。并放眼亚洲、欧洲、美洲与大洋洲的国际潮流，将世界设计潮流推广给台湾观众，让您在家就能与国际空间美学无缝接轨。每周请锁定收看《就是爱住设计家》。